第十三题，请问汽车六到十二秒如何运动？我们看到六到十二秒在 VT 图是一条水平线，上课老师已经给各位看过这种图形，知道这个水平线代表的是所谓的等速度运动，或者用我们教过的 VT 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，直线越斜代表加速度越大，现在直线完全不斜，表示平的，因此就是没有加速度，加速度为零，所以在做的是等速度运动。因此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汽车六到十二秒如何运动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等速度运动。